如果没有错误或遗漏，我们就确定。那么本日会议议程编列，马习会事前安排过程及相关事宜对我国之影响专题报告并被质询。那么在进行今天会议议程之前呢，在上次会这个散会前有一个这个提案了，那么请我们现在来处理这个提案，请宣读。针对本会第十三次全体委员会议讨论事项第一案至第五案，审查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关于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主管收支部分等案，依本院议事规则第42条提出复议，提案委员庄瑞雄、陈其迈、李俊毅、姚文智、段宜康，宣读完毕。好，我跟各位同仁说明啊，这个我们就这个复议案就成立哦，但是这个预算我们今天不处理，我们另外这个定期处理。好，另定期处理哈。对啊，好，是，那有异我们就处理嘛，好不好？那我们现在来这个就有异就表决。有异就表决啊。好，这个赞成这个复议案的请举手，反对复议案的请举手。我已经在处理了，反对复议案的请举手。两位赞成，两位反对哦。三位。好，这个两位赞成，三位反对，我们复议案就不成立。好，我们现在处理这个报告事项哈。我们报告事项并被质询，现在介绍列席官员，请说。啊，主席，各位先进哈，有关这个陆委会的预算复议案，其实是在上个礼拜三就提出来了。上个礼拜三、上个礼拜四都提出来，那有关变更议程的部分，本来主席就要处理，主席完全没有处理啊，那没有处理，今天。